多米尼加共和国在过去24小时雷雨交加，狂风横扫，豪雨大肆冲刷首都圣多明哥，让当地一堵围墙在星期六晚间轰然坍塌，最终呢造成至少有3辆汽车埋在残垣断壁下。现场目前呢已经被封锁，截至目前为止呢还不清楚这起意外造成多少人员伤亡。非官方消息透露，有至少9人死亡。而这个加勒比海岛国的32个省份当中呢，有30个省进入被戒备的状态。